布丁冰箱让我吃掉了，还有这冰箱那个金都已经过期一天，我就把它吃掉了。这关是干嘛？烧起来那关子。伯利尼亚这个度假胜地曾经是自治联盟的掌上明珠，而目前的状况看来，这颗明珠受到了无情的摧残，而且。 是容易感到同一部丁过七天还好吧？这颗星球唯一的希望落在两名指挥官身上，他们的工作单位必须恢复稳定器的动力。我们立刻来看看任务进行的如何。稍早之前，弗里迪亚的核心由于某种未知的敌方科技而产生激烈变化，导致一波又一波的熔岩涌出地表，又有一波马上要来了。<笑>看来熔岩开始上升了，我们快来看看指挥官如何前往高地避难。 确定了，需要永源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无畏从军。嘿，你卡人口了，多生点王虫，拜托。高能瓦斯不够了，孵化更多王虫。 生产更多王虫，你需要更多王虫。熔岩消退了，留下一些水晶。指挥官需要在熔岩淹没他们之前赶紧收集。工作单位带回越来越多的水晶，稳定器也逐渐暂缓即将到来的毁灭时刻。暂缓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 不能那样啦！地震专家泰瑞指出，地壳活动越来越密集，是代表熔岩又要涌现，时间不多了。看这公民冲哪小？我刚收到最新消息，熔岩来了！金矿，敌人朝我们发动攻击啦！需要更多金矿。 没有。看来熔岩已经全部消退，指挥官的工作单位能及时收集到水晶吗？再过四分钟，我们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一颗行星毁灭。继续锁定 UNN， 为您带来不间断的即时报道。哇！ 我们随时可以有什么吩咐。进化完成。某个指挥官的空中支援单位被喷发的熔岩击中了。哇塞，这画面太惨了，我实在不敢看。继续拍摄，不要停了。感到饥渴。 变完成。被爆发的熔岩直接命中，未成年的观众最好闭上眼睛。根据地震专家研判，下一波熔岩将会破坏地壳外层。泰瑞，这些科学内容太无聊了，我念不下去了。 各位观众，熔岩正在吞没低洼地区，请看现场直播报道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开铺矿的时候到了。我们重听，我们随时可以大开杀戒。变异体下方的单位。 全体朋友准备就绪。熔岩又消退了，简直来无影去无踪。现在就看工作单位能不能及时收集到刚刚出现的水晶。
重启。根据消息指出，敌方部队正在攻击指挥官的工作单位，立刻为您转播现场画面。我听从指令，有什么？听从指令。再过四分钟，弗利迪亚就会毁灭。两位指挥官听不到我说的话，但是我确定，此刻他们都感受到无比的压力。刚收到最新消息，环境稳定程度达到25%，这表示失败的机会还高达70%以上。吩咐，我们随听从，重群赶到机。有工作单位被致命的熔岩巨炮给击中了，我这里看不到灾情，但如果要我猜的话嘛，一定惨不忍睹。熔岩巨炮，有什么吩咐？各位观众，某个指挥官的空中单位刚刚被爆发的熔岩击中，我们拍到了现场画面，立刻为大家重播。我的重听，我重有什么？全体旁怒已就绪。我们随时听重听有什么？随时可以大开杀戒。我们一定会复仇。图片完成。又是一波密集的地壳活动，熔岩又要再次涌现，这次会不会把整颗行星给吞灭呢？某个指挥官的空中支援单位被喷发的熔岩击中了，哇塞，这画面太惨了，我实在不敢看。继续拍摄不要停啊，继续拍摄不要停啊。我收到报告，熔岩又要涌出来了，立刻转到6号熔岩摄影机。不足，群体狂怒已就绪。看来熔岩终于消退，我们来看看指挥官在现场的工作状况。计划完成。听从指令。看这打压超级强的。有什么吩咐？盟友遭到攻击了，卡斯朵万卓。我是唐尼·博米利恩，为您报告，稳定器已经来到50%，工作单位正卯足了全力要完成任务。算了，太快了。我们会拿下这个星球。盟友开始战斗了。我有什么吩咐？听从指令。功能。全体狂怒，准备就绪。盟友受到攻击。有很重。地壳活动所引发的地震撼动着整个弗利迪亚，熔岩紧接着就要出现了。刚收到最新消息，熔岩即将涌出，请各位收看全新区域时空转播。熔族进化了，阿斯高手级的突变。盟友遭到攻击了，卡斯朵万卓。有只被熔岩吵醒的熔岩蜥蜴正在市区肆虐，我们会尽量拍摄现场画面。多生点王虫，拜托。这是我三本的东西啊，自杀虫草。干这双翼炮有用吗？各位观众，熔岩秀结束了，不要转台，等等还有更精彩的报道。补给都上线了，空投。
头囊已就绪，有虫群感到饥渴，我们何时可以大开杀戒？虫群感有什么吩咐？哇，烧起来了，好，烟燃烧了。虫群感到饥渴，补给到上限了，盟友遭到攻击了，侦测到逆中弹雷，我们需要侦察到哪里有一种庞大的听别喊我是我干谁吧，看隐形啊，操，看不到隐形啊，笑死，我们听我有我听从使令，该提高手速啦！没有人可以打、啊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，补给到上限了 ，A 过去就会赢了。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，想办法！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有什么吩咐？听从使。开始轰隆作响，哇，跨我，很快就会涌出熔岩。有有有，这次的规模相当大。双面刃。熔岩又要来了，哇，家里太凶了。摄影团队正在捕捉现场画面。虫群感到饥渴，行动，我们随时。熔岩，让我上去。通常我不会在报道中带入个人意见，但我得说，那东西看起来好生气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他们飞行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，才能避开喷发的熔岩。熔岩再次消退，现场只留下遍地焦痕与水晶。基地受到攻击了，盟友开战了，盟友受到攻击，需要更多警察敌人交战了，该提高手速啦。我完全看不到哎、听有我们重去听重有什么吩咐？你和敌人交战了，该提高手速啦。虫群感到饥渴，我们的盟友开战了，大家怎么不见了？开始战斗了，虫群感到饥渴，又是地震，熔岩很快又要冒出来了，请继续锁定唐尼·伯米利恩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。熔岩又涌出来了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稍后继续为您报道最新消息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杀你的工程。看来熔岩蜥又出现了。如果指挥官打算要采取行动，现在正是时候。飞太慢了吧？听从指挥。敌人在你的基地里，再杀你的工程。把怪影过去给那个拿铁。虫群感到饥渴。看来熔岩停止爆发了，等烈焰浪潮再度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里为您及时报道。剩六个，我们随时可以大开杀戒。盟友开始战斗了。
指挥官的工作单位应该很快就会拿到水晶并送往稳定器，我们会在这里报道整个过程。重复好人怎么死光啊？他本来就活不下去。真不敢相信，稳定器几乎完全恢复动力了，他们会成功吗？我会继续追踪最新的报道。你是有什么吩咐？龙岩蜥蜴，你需要更多王城，绝不有。我靠，这干嘛？群体狂怒，重启就是。快生产更多王城。试着生存，绝不犹豫。我们的盟友开战了，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又来了。熔岩很快又要涌出来。上来了，泰瑞，承认吧，那就是想上尽头嘛。熔岩又要涌上来了。希望他们已经在撤离低洼地区的部队。谁可以大开杀戒，我们一定会复仇。遭受攻击，绝不。熔岩蜥蜴出现的时候，会让周围起火燃烧。自治联盟的盟友会采取行动吗？还是会放任这个生物到处游走呢？我们随时可以大开杀戒。再也看不到熔岩蜥蜴的身影，但是他对这座美丽城市的贡献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我认为水晶是被熔岩到处搬来搬去。干嘛？泰瑞却说我的看法没有科学根据。别听泰瑞的话。哇，我这个读报是有点歪啊。如果您才刚开始收看，有名工作单位刚刚失去了生命，很不幸的。自治联盟尚未对这场悲剧发表声明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严重的攻击。重启，有什么吩咐？同意。金矿罩。战士和敌人开战，无法更多王朝。盟友的基地遭到攻击了，群体狂怒，准备就绪。嘿，我们的盟友开战了，多谢王朝卖货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写完就过了。听主，金矿不足。听，有什么的，我们随时可以打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地震代表一件事，熔岩又要再度涌现了。熔岩来了，各位观众注意低洼地区，那会是最有看头的地方。单位当场死亡，物资掉落在现场，损失相当惨重。哦，对这次意外，我们深表遗憾。现在可以使用空投囊了。消息指出，熔岩退回去了，即将再次回到与时间竞赛、重启稳定器的任务。嘿，炮风剑。同意。虫群感到饥渴。
话表，工作单位现在应该要开始收集水晶，这不禁让人怀疑维勒安大帝是不是选错了盟友。自治联盟的盟友获胜了，不过把伯利尼亚的天然资源掠夺殆尽，这么做值得吗？靠赛，什么运气很好，有实力什么都很简单好吗？Thank you.